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圣诞果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我们先用绘图模板辅助画出圣诞果。画五片叶子，用红色水彩笔涂圣诞果。用草绿色和浅绿色水彩笔涂叶子。Thank you.
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